好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讲《古文观止》的第113篇《滕王阁序》。这篇文章呢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篇文章啊，《滕王阁序》，很早都学过啊。这个文章它原来还有一个比较长的名字，我们后来简称为《滕王阁序》。它原来的名字叫《秋日登登鸿府》。《滕王阁鉴别序》啊，《鉴别序》这个文章，这个题目，因为有点长，所以后人呢就直接简称为《滕王阁序》。那么，滕王阁呢是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江西南昌市的这个赣江的边上。然后，这个阁呢是谁盖呢？是唐高祖李渊的儿子李元婴。然后当时被封为滕王，然后任洪州刺史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他建了一个这么一个地方啊，建了个地方。那么这整篇文章可以看到呢，它是个应酬之作啊，应酬之作。作者呢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啊。我们先说王勃这个人，王勃的话呢，他是出生在大致是唐朝公元649年。那公元649年，然后到公元676年去世，你可以算算啊，他很年轻就去世了，大致就是27、8岁的时候就死掉了。但是27、8岁的时候，他都写出了这么好的文章啊，非常不可思议。他是老家呢是山西蓟县人啊，山西蓟县。27岁那一年呢，他要到南方呢去探望任交趾令的这个父亲，因为他父亲当时在交趾当县令啊，当县令，他要去看望他的父亲啊。然后渡海的时候呢，就溺水啊，受井而死了啊，就死掉了。虽然年轻呢，但是和当时的杨炯啊、鲁昭陵啊、骆宾王啊齐名，后来被称为初唐四杰啊，初唐四杰，啊，这就是大致王勃的那么一个情况啊，王勃的一个情况。那么这篇文章的诞生呢，还得从这个洪州刺史，当时有一个人叫阎伯玉说起。阎锡山的阎啊，当时的洪州刺史呢，阎伯玉呢，在滕王阁呢大宴宾客啊，大宴宾客。他本来呢安排好自己的女婿，事先都已经做好了这个文章的，然后恰巧呢碰上王勃呢要去探望父亲的时候路过洪州，那么同时呢也被邀请为参加宴会，那么这个阎伯玉呢就假意啊，请这个。宾客作序啊，大家肯定都谦虚啊，推辞啊，说要写的不好，不敢写啊，但是唯独只有王勃呀，毫不客气，提笔就写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个刺史很不开心呢，这个严刺史很不高兴，就让他手下的人站在王勃身边看着，写一句就报一句，写一句报一句。那么开头写了一大段的时候呢，这个严刺史都说啊，写的平平常常，并不是很好。后来写到"落霞与孤鹜齐飞"。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时候，非常的惊异，然后大家都大为钦佩啊，大为钦佩。所以这是这篇文章当时写作的背景啊和它的来历。像《滕王阁序》这样的文章呢，因为它侧重于骈体文，所以说它如果说把它用文言文的方式去翻译的话呢，其实很不好，而且就把它的整个的美感都破坏掉了，所以说我尽量的少翻译，然后希望大家去多读读这个文章，因为它写的太优美了啊，写的太优美了，就是它那个语句啊，还有言语的控制，包括结构、对仗都很工整，声调又很和谐。我不建议呢对这样的文章，类似于诗的文章去翻译啊，因为翻译之后呢，它的美感都基本上不在了，所以我只说出它大致的意思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文章第一段。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。这个南昌故郡呢，有的版本上写了豫章故郡，这个豫啊，豫章和南昌还有洪都，他们三个其实都是地名，都指的是一个地方，就是指的是这个南昌，这都是别称啊。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啊，洪都新府，你看它是个。很对仗的一个句子，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啊，这是讲它的地理位置的啊，地理位置，翼轸呢都是星星的名字啊，
星星的名字，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天空啊分为28个区，每一区一个星座，称为28星宿。那么羿和贞呢？羿和贞呢？这两座星呢，它是楚的分界啊。那因为豫章的这个地方呢，南昌古代的时候呢，它属于楚地，而这两颗星星呢，就在楚地的上空啊。这是两颗星星，天上的就指的是星分羿贞。地接衡庐，衡指衡山，庐是指庐山。那么地下呢有衡山和庐山，它在描写它的什么呀？地理位置，包括下面这一句“襟三江而带五湖”。关于三江五湖呢，这个说法不一，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。你就知道它下边连着三江五湖就可以了。控蛮荆而引瓯越，这个蛮荆啊，指的是湖北、湖南一带，古代呢也是楚国啊。楚呢又被称为荆。那些居民呢多蛮族，所以叫做蛮荆或者叫荆蛮，而引瓯越。瓯越指的是这个浙江一带，古代呢为越国的地界啊，越国的地界，它境内呢有这个瓯江，所以说称为这个瓯越啊，它指的都是地方啊，指的是地方。物华天宝，龙光射牛斗之墟啊，物华天宝，物华天宝指的是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好啊，那盛产很多的这个好的东西啊，叫做物华天宝。物华天宝，龙光射斗牛之墟呢，这个龙光指的是宝剑的光芒啊，宝剑的光芒。牛斗之墟，牛斗呢也是两个星座的名字啊，墟呢指的是这里指的是区域啊，就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地方。那么传说呢，在西晋的时候呢，张华呢夜观天象，然后见牛斗二星啊，中间有紫气照射，那么他就认为呢，豫章一带就是南昌一带呢有宝物，于是呢就派人到南昌附近的凤城去当县令，后来呢果然在那里挖了2把宝剑，一把宝剑叫龙泉宝剑，另一把叫太阿宝剑啊，这是讲到了这个，讲到了紫气照射啊，那讲到这个地方很好啊。所以说，你看看我们物产精美啊，都是自然的珍宝。古剑的光芒啊，直射了牛斗两个星区啊。接着物华天宝之后呢，是人杰地灵，徐汝下陈蕃之榻。人杰地灵呢，指的是人物英杰，是因为地气而灵秀啊。徐汝子曾被这个陈蕃特别的敬重，这是两个人。徐汝下陈蕃这个。这里边也讲到了两个人啊，徐汝下陈蕃之榻。徐汝呢，就是有一个人叫徐汝子啊，又叫徐熙。东汉时呢，他是东汉时的这个南昌这个的一个名士啊，而陈蕃呢，他是东汉的时候非常有名的大臣。那么陈蕃就在这个南昌呢做太守，然后呢，他从来不接待宾客，但是他专门留了一个小床，专门接待谁呢？接待这个徐汝。徐汝，然后如果徐汝走了，他就把那个这个小床呢挂起来啊，这里边讲到什么呀？这个陈蕃特别的看重这个徐汝，然后讲到他的地方怎么样？人杰地灵啊，然后接着往下，雄州雾列，俊采星驰。这个俊采呢，本来指人才的意思啊，俊采星驰，雄州指的当然还是南昌啊，洪州啊。雄伟的州城啊，云雾般的这个紧凑的排列着，英俊的人物像流星一样来往奔驰。台隍枕夷夏之交，宾主尽东南之美。台和隍，台呢主要是指城楼，隍呢主要是指那些已经干涸掉的那个护城河啊，叫台隍枕。这里边讲到什么呀？城池呢，它位于荆州和扬州啊交接的地方，夷夏。夷夏这两个要分开理解，夷主要指楚国的地方，今天的湖北、湖南一带；夏主要指的是古代扬州的地方，江苏、浙江一带啊。又还在说的地理位置，宾主尽东南之美，宾主都是从东南地区来的，什么呀？精英。都督严公之雅望啊，岂极遥邻啊，岂极遥邻。这句话意思说，严都督的声望儒雅。从远道前来镇守这个地方啊，前来这个镇守这个地方，岂极遥邻？岂极的意思呢？岂极呢？它指的是一种东西，有丝绸的套，或者是经过油漆的那个木屐啊。古代官员外出时候的个前导的那个
仪仗啊，仪仗，手里拿那个举的那个仪仗啊。宇文新州之义范啊，然后这个是叫做蝉威啊，蝉威赞助，蝉威呢指的是马车上的帐幔。马车上的帐幔，那么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说呀，这个宇文新州他是个人物啊，宇文刺史啊，风范非常美好，所以叫义范，义呢是美好的意思啊。风范美好，车驾呢暂且停留，这是指的来了一个人叫宇文新州啊，还有这个都督严恭啊，时巡休暇，胜有如云啊，胜有如云，10天一次的休假，才德出众的友人都怎么样，在这里云集，千里逢迎，高朋满座，然后千里之远来相会，然后高贵的宾客呢坐满席位，然后藤椒起凤，孟学士之词宗，他的文笔呢，好像蛟龙腾空，凤凰起舞。孟学士呢是这个文章大师，当然这是夸人家的啊。这个藤椒起凤主要是用来比喻文章写得好啊，有很高的这种文采。紫电青霜，王将军之武库啊。那么呢，兵器寒光闪闪，然后闪如电如霜，这是王将军的武略怎么样？超群，意思说这里边啊，有文臣有武将啊。这个紫电青霜呢有两种说法，就是说一种说法说是兵器啊寒光闪闪的啊，如紫电如青霜；另外一种说法是紫电青霜呢本身就是宝剑的名字啊，这个知道就行了。家军作宰，路出名区。然后家军呢，指的是他的家父，就是他的父亲，王勃的父亲呢叫王夫琦。当时呢是在交趾任县令，也就是今天的越南一带啊，越南河内那边的一带啊，比较远。明区路出明区呢，明区指的就是洪州，就是走到这儿路过这里，童子何之，恭迎圣鉴啊，恭迎圣鉴。然后童子呢，只是王勃自己称自己的啊，就是说我前往探望父亲的时候，路过这个洪州，后生小子呢不懂得什么，却亲身遭遇到了这样盛大的鉴别宴会啊，盛大鉴别宴会。所以这个整个一段呢是交代了一下对这个南昌城、对这个洪州的描述，然后交代了一下谁来主持的这个会议，都哪些人来参加的宴会啊。然后呢，又说了自己参加宴会的原因啊，这是整个的一段，是这么的一个，叫我们接着看第二段啊。